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will find a free version of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If you like our content,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minimum one-time $10 donation to help us continue producing it. In return, you will get access to all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video transcript PDFs, digital Hanzi posters, as well as flashcards, and listen to audio with transcript.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Hello, 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 在之前的街访中，我们问了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那在这一期我们将反过来问问男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吧。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首先从外貌说起吧。就是五官精致咯，身材好，就这几个方面。会希望更瘦一点还是有一点点肉肉的？我是更喜欢有肉肉一点的，我觉得太瘦不好。为什么不好？就每天为了节食来保持自己的身材，就身体不健康。我喜欢可爱点的吧。啊，什么样的是比较可爱的？圆圆的嘛，那种微胖嘛。眼睛的话就那种大大的嘛。嗯，皮肤呢？就正常白嘛，也不要太白。啊，你呢？你喜欢什么长相的？我很喜欢少女一点的，比较青春，比较阳光那种。嗯，身材呢？嗯，没有要求，没有要求，没有要求。这你又帮他回答了。对，我帮他回答。我知道他比较专业，他是那个。那个啥？他是招商局的。闭嘴！你干嘛那么盯着我？我脸上有苍蝇吗？你们喜欢什么长相的女孩子？好看的，漂亮的，好看的，身材好的，对。啊，好看，什么样的才叫好看的？描述一下。五官精致，五官也肯定要立体啊。眼睛要不要大？有钱。哎呦，有钱，多有钱！上海两套房。身材呢？身材肯定得哇塞呀。什么罩杯的 ？CD，HD， 比他的头大。就是对长相没有什么在意的。那长得丑的也行吗？对啊，性格合得来不就可以吗？为什么要长得漂亮的呢？长得漂亮的我也 hold 不住啊，是吧？身材呢？身材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啊，只要性格合得来都可以啊。那好胖的可以不？也可以啊，为什么要歧视胖的呢？胖的不也挺好吗？肉肉的摸起来也很好，很舒服啊。我的长相没有要求啊，反正我也长得不好看，我也对我喜欢的。你怎么长得不好看？自信啊，只要性格好，能说的话来都可以。我女朋友长相呢？描述一下她。哎，过来，上个镜看一下，这就一眼就明了了。身高身喜欢这样的，看到没有？对，我就喜欢这样的。对，就这样的。然后我本来想说，你是希望女朋友瘦还是怎么样？那很明了了嘛，瘦不瘦？胖。瘦。很瘦。身材好一点就可以了。什么样的才叫身材好？该有的都有呗。比如说胸大屁股大腰圆和腰不圆的那种。所以是微胖吗？嗯，微胖型的很好。瘦一点不行吗？瘦一点的也可以，这个我个人感觉就性格合得来可以。找女朋友跟结婚的是两码事，是吧？两码事。为什么？就感觉结婚肯定是要过一辈子呀，那不能马虎的呀。必须性格比身材要更好一点嘛。脸呢？什么样的脸？什么样的长相？就看对眼就行了，就感觉有点婴儿肥的那种可以。你喜欢那种的？对。那种不好吗？好啊，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喜欢就好。对，只要看上去舒服就行。什么样的你会看得舒服？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眼睛，什么样的脸型，什么肤色等等。眼睛嘛，大大的那种；肤色嘛，不要太黑就行。脸型嘛，只要看得上就行。我这种脸型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真会说话。身材呢？身材看上去匀称就行。想要瘦一点的还是微胖的？微胖型的吧。可爱的。举一个明星的例子，比如说长得像谁的那种样子。
刘亦菲。刘亦菲啊、哦，神仙姐姐。女孩子都喜欢。你呢？啊，温柔一点的吧。什么样才叫长得温柔？是这样的吗？好刁钻。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是这型是吧？就是好好看就行吧。什么样的对你来说是好看的？白的，皮肤白，瘦一点，瘦一点，还有呢，眼睛，双眼皮，大一点，好，身材呢？前凸后翘。喜欢那个穿着风格比较潮流的。长相呢？长相啊，长相一般就行。如果说女生比你们高，你能接受吗？能吧。能吧，高多少？也不要高太多吧，高个半个头那太恐怖了，高一点点吧，5厘米。你呢？能接受吗？能吧。如果聊得来的话，性格合的话，我觉得比我高的我也是能接受的。我能接受啊，我会很开心他比我高。我不能接受。我没有安全感。如果找个比我的女朋友，我会特别开心，是吧？我有本事。比我高的我有点接受不了。男的走出去跟女朋友走一块，男的比女生高的话，就比较有男有力一点嘛，是不是？希望就是跟我差不了多少了。为什么不能接受比你高的？有压力嘛，走出去。如果说再穿个高跟鞋，那不是？哦，比我高的话，我会有点自卑。女生的性格喜欢什么样的？活泼可爱，比较爱说话。能接受粘人的女生吗？可以啊，粘人的女生好啊，粘人的女生证明她很喜欢你。你有交过最粘人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每天你要干嘛，你都要跟她备报，随时随地知道你在干嘛。这种你没有问题吗？不觉得讨厌吗？太过粘人。其实会让人讨厌的，但是偶尔的黏人会让人感觉挺暖心的。黏人就代表在乎嘛，如果一个女的跟你谈都不黏着你的话，那你感觉她喜欢你吗？那两个人在一块有什么意义呢？你黏人吗？我黏人吗？对、啊、我要看喜欢到什么程度才会去做黏人这种事情，越喜欢就越黏嘛，男的和女的其实是一样的。好，所以未来你的女朋友要听一下这句话，如果你不黏她的话，说明你没有那么喜欢她，是吗？那多少肯定是有一点的。性格喜欢温柔点的吧，开朗点吧，然后就是善良就行，只要善良，够善良的。那强势的呢？强势的能接受吗？有多强势？你能接受什么样的强势的？就是能听取别人意见的吧。你呢？能接受强势的吗？太强势的不行，就是那种，可以有自己的一定主意吧，但是也能就是能够平等商量那种。假如说你们出去约会的话，你会希望你们来决定吃饭的地点，还有约会的地点，还是希望女生来决定？我无所谓啊，这个。你呢？我比较喜欢女生，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不太会选。谁先来？开朗。性格不重要，有钱就行。你呢？开朗一点的。开朗一点的，幽默吗？幽默，肯定要幽默。那肯定要幽默。你呢？性格？都行。都行啊！你好好讲话呀。我什么？我不挑，好吧？不挑是吧？只要是个女的都行，对吧？只要有钱。对。性格喜欢什么样的？性格啊，比较开心啊，比较爱笑的。性格随性一点的就好啊。什么样的叫随性的？就是不要那种太刻薄的就行。你见过刻薄的女孩吗？这是见过。那什么行为让你觉得是刻薄的？就是那个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打人的那种。强势的能接受吗？强势的勉强可以吧，只要不是什么事都管着我就行。就是不要控制欲太强的。对啊。有没有碰到过控制欲强的？这个碰到过。那时候真的是也不是男女朋友，就是同桌的关系嘛。就是、暧昧关系是吧？也不是暧昧，就是同桌，完全就是同学关系。他就总是管着我，就很烦，他动不动就打我。那时候我真的是气炸了，所以留下了心理阴影了。这是对啊，活泼的或者文静的都行，怎么着反正我觉得我喜欢的就行。你能够接受强势的女孩吗？强势的，只要我能驾驭得住，我就能接受。什么样的你驾驭不住？
能驾驭不住啊，太浪的我驾驭不住。太浪的啊？什么叫太浪？就是你们都懂吧？我想让你解释一下，我懂，但我想让你解释一下。就是那个不听话的。不听话，就是你想让他做什么，他偏不做的那种。对。喜欢什么性格的？那种调皮一点的。你调皮吗？还可以吧。嗯。人前还可以。然后呢？然后搞死我。谨慎回答。谨慎回答。然后也不错。自恋的能接受吗？啊，他。他自恋吗？他。我很谦虚，好吧。对，你很谦虚。他很谦虚。嗯，我觉得还好，比较谦卑吧，我觉得。对，比较谦卑。平常我自拍一张，他能自拍100张，叫自家比较谦卑。看来不谦卑哈。你也没自拍，我没见你自拍过呀。所以说我自拍一张，你自拍100张。是不是去哪个地方都要让他给你拍个照？还好吧。他不会让我给他拍照的，因为他不会拍照。不是我不会拍照，是他不觉得我会拍照。因为你没给我怎么拍过。不是给你拍了几次，你自己不满意吗？你自己技术不好。为什么不满意？因为技术不好，拍不好。拍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是他没有我这样的审美。每次都是抓拍我丑的瞬间。这是叫真实，好不好？平时相处你强势吗？我不强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弱的那一方吧。弱的那一方，也不叫弱。大事听我的，小事听他的。差不多。啊，什么样算大事？就最大的事情就是，只要出来玩，晚饭怎么吃是我说的。这是大事吗？那必须是大事。给你啊，让他挑，今天晚上吃不上呢。你能做主的是什么事？除了这一排的所有事。好像目前没有能做主的，好像没有。除了这以外的所有事，我都挺难的。只要能通情达理，不会无理取闹，那个控制欲不要太强。控制欲强，你指的是哪一方面？就是假设我们去做一件事，我非常喜欢去做，但是他偏不让我去做，非要听他的安排，或者说。在一件事情上出现了分歧，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他一定要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没有商量的余地。嗯，粘人的能接受吗？要看粘人程度，太过粘人也不太接受吧。什么样叫太过粘人？如果我们有事情，不方便接电话或者回来的晚，他会大吵闹大闹的那种。哦，会生气。对。嗯，活泼开朗，温柔体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仪表堂堂。粘人的能接受吗？我喜欢他，我就可以接受；我不喜欢他，我就不能接受。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他粘人的程度到什么样的是你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是你不能接受的？寸步不离的不能接受吧？控制欲很强的呢？控制欲很强，他控制我吗？对啊，当然是。行啊，让他控制吧。如果说，你要吃什么？你要穿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见谁？都要控制。这种人呢？没问题，活泼，稍微能聊得来，爱说话一点。粘人的呢？喜欢吗？粘人的呢？我希望不要太粘人就可以了。你觉得什么样的粘人才是你不能够接受的？所有事情啊，什么事情啊，都要找你。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的话，我觉得应该有些东西要自己的主观意识嘛。就她要去做什么，她都想要依赖你去帮助她做决定，是吗？我可以给他提议，但是我不会说给人家做决定，我不喜欢给别人做决定那种行为。温柔一点吧就可以了。温柔一点，对你好的吗？嗯，我对他好。他不用对你好。相互的。粘人呢，可以吗？粘人，不要太粘吧。嗯，什么样的叫太粘？就是什么事都缠着你那种。强势的呢？控制欲强的呢？能接受吗？不太那个，因为平时异性朋友也会挺多，太介意的话会经常吵架吧，可能。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就是你身边朋友强势的例子。就拿我女朋友来说。吐槽一下。来来来。就可能跟异性聊个天都不行那种的。就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是吗？掌控那不算，他就是他看到的话，他就有点会不开心。你能接受抽烟的女孩吗？这个挺难接受的。你自己抽吗？不抽。
明白。为什么不能接受对方抽烟？第一考虑的就是健康。他的健康。对，一个人抽烟就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健康了，甚至到以后的孩子也影响到了。抽烟吧，我觉得这个纯属个人爱好，也不能反映这个人是好是坏。但是为了健康来说，我觉得还是少抽。但是如果我的女朋友抽的话，我也不会去反对她，但是我会建议她不要抽。嗯，不好说。但是如果就只作为女性朋友来说的话，我无所谓。但是女朋友，如果女朋友的话，我抽烟的我应该都不会，就是第一感觉都不会特别好。那你们自己抽吗？想问一下。我还抽烟呢，我才多大？我三十岁了。我三十岁也不大呀。我哪有三十岁？我十八岁。对啊，看起来也不像啊，你们敢？嗯，不抽不抽。不能。你不说有钱就可以吗？那个有钱抽烟可以，没钱抽烟不可以。哦，好，你呢？我可以啊，有钱可以，有钱抽得起，没钱抽不起。抽烟的也能接受啊。你自己抽吗？想问一下。我自己肯定抽烟啊。可以啊。你自己抽吗？我不抽，我觉得抽烟的话只是个人爱好吧，这没什么。他敢抽烟打断腿。哎，你抽烟呢？我抽烟这是正常的。为什么你男的是正常的，对吧？也不正常呀，我觉得你少抽吧，你抽太多对身体也不好呀。我天天熬夜做事，我不抽烟我会睡死着了。能接受抽烟的女孩吗？不能。为什么？做女朋友可以。当老婆不行。当老婆不行。那你抽吗？我抽烟的呀。为什么你可以抽，他不可以抽？如果带回家去的话，那肯定长辈看到了那也不行的呀，是吧？所以、这个、女孩长辈会干嘛干嘛，对不对？不太能接受女孩抽烟，但是男生可以抽，是吗？男生可以抽，不能接受，因为我本人就不喜欢抽烟。如果女孩子抽烟，那我就更反感了。我不抽烟，他也应该不能抽烟。不能。你自己抽不抽？抽，但是如果说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的情况下，我可以戒。可以接受。抽电子烟还是抽普通的烟都可以吧。虽然抽烟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是我的女朋友，我不能允许他这样。但是如果别人抽烟的话，我可以尊重他。年龄要求呢，比你大还是比你小？都可以，只要不是大太多或者小太多。多大是太大？三四岁吧，两三岁，三四岁，不怎么挑吧。嗯，那比你大多少你能接受？就到什么样才是一个上限？五岁吧，年龄无所谓，都行的。大多少，小多少？两到三岁都行吧，大的话也就三岁、四岁极限了吧。有好感的话，就会正负五岁左右都行吧。大五六十岁都可以。口味好重啊！喜欢七十岁的小姐姐。年龄大一点无所谓，小一点无所谓。大多少，小多少？反正上下三岁左右吧。大小都可以，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小的。嗯，就感觉小的我可以带他做很多事，带着他跟他说一些他不懂的事情。嗯，就能够展现你的个人男人魅力，是不是？对啊，我特别喜欢，我觉得男的在外面就要有男人的样子嘛。大的话就可以教会，也可以教我一点东西嘛。嗯，比我大的成熟一点的，我就压力会小一点。嗯，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不超过五岁吧，小的满十八岁就行。小一点是好一点。嗯，为什么？毕竟是男的嘛，喜欢比自己小一点的嘛，不想比自己大。啊，喜欢大一点。大多少？最多大三岁吧。啊，不能超过三岁是吧？你也是吗？我差不多吧，感觉差不多就行。反正是女的就行嘛。是，你看都会抢答了。离过婚的能接受吗？看喜欢的程度吧。嗯，如果很喜欢的话是可以接受的。那肯定能接受。如果有孩子呢？有孩子接受不了。有孩子都不能接受。可能要看一下他为什么离婚吧。嗯，那为什么离婚你才能接受？为什么离婚你又不能接受？自己去外面那个什么作妖之类的。然后离婚了。这个那肯定就不能了。有钱就行。你这是标准答案。有钱带两个娃都行。离个婚的看情况，如果他非常优秀的那种，那也能接受。如果他是因为他自身原因导致离婚的，那可能不接受吧。要看情况，你如果两人合得来，我也没意见的。哦，小孩呢？如果带了小孩呢？
跟小孩也处得来，跟女孩女方也合得来，也不要紧。最不能接受什么样的女孩？抽像抽烟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恶习是不能接受的。最不能接受的比我大的。比你大，你刚刚不是无所谓吗？对，比我大的不能接受。哦，就比你小可以是吧？对。最不能接受的，自私的人吧。我也是自私，小心眼。胖的，没钱。胖的没钱。你呢？胖子啊。你也不喜欢胖子，多胖才叫胖？150。我胖吗？130。我这种能接受吗？不能。你。哦，好被打击哦，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钱？等我哪天。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那种动不动就跟别人比，动不动就跟别人比，跟别人比那为什么不跟别人过嘞？就是说别人男朋友好是不是？对啊，这种的为什么？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那种海王吧。解释一下什么是海王。就是你跟他谈的时候，也许你只是他的备胎之一，那一天喜欢你的时候就黏着你，然后第二天可能就跟另外一个男的就黏在一块去了。抽烟喝酒烫头纹身啊、嗯、其实我并不歧视啊，但是我只是不喜欢这种很敷衍你回答你的问题，很敷衍或者说没有认真对待你问题的那些女孩吗？谈恋爱会以结婚为目的吗？当然希望是这样。会，我对恋爱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我到现在就也没谈过，就挺挑的，一心想找到合适的，不想因为是谈恋爱而想谈恋爱、嗯、我想找到自己合适的。宁缺毋滥。对，那肯定会啊。会的，就是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要负责一点。你问他看女生是怎么样的，有钱就结婚，没钱就不结婚。那当然是啊，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那不都耍流氓吗？都是，我谈恋爱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啊，毕竟都20多岁了，那还小啊。什么叫还小？20岁不是像女生到20岁的话，都已经到结婚的年龄了。我觉得男生到20岁，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结婚的。你们谈恋爱是以结婚为目的吗？说真话。你是什么类型？他迟疑了。我妄图耍流氓，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有这个打算吧，因为我觉得谈恋爱挺累的，就是再重新认识一个人挺累的。嗯，所以我说过我是妄图耍流氓，然后把自己搭进去了。我已经把自己搭进来了，你别再打我了。现在我这个年龄，那肯定以结婚为目的了。你这什么年龄？我都20几岁了，25、26岁了。奔三了是吧？对呀、啊，再不早点结婚，那可能就神光棍了，剩男了。会吧？现在也是吗？现在的话也是的。嗯，就是有结婚的打算。如果说谈了多少年之后？但是这个我没有太考虑过，还没有考虑，有点久远，我还年轻。会一点点吧，会一点点。这还会一点点的吗？谈恋爱是以结婚为目的吗？可以啊。可不可以只是约会？只是约会不结婚那种是吗？就是玩是吗？对。那我的观念里应该不能吧，应该不是，只要谈了就应该走到底吧。嗯。对女生的经济能力和学历有要求吗？我虽然我是个本科的，然后但我觉得专科的也行。比你高呢？假如说他是硕士或是博士，或者是比你挣的钱多一点，你能接受吗？我可能会自卑，但接受的话是能接受的。就如果他没问题，你也没问题。对，能接受比你们学历高、比你们赚的钱多的女生吗？可以。他不介意，我就没问题。他没有问题，你也没问题。人家不介意我，我凭什么介意人家？女生的经济能力跟学历呢，有要求吗？没要求，没要求，有钱就行。富二代更好。富二代更好啊，那你呢？我自己都没读书还要求别人呢。就没有那个资格是吧？赚钱比你多，学历比你高， OK 吗？那不更好吗？少奋斗几年。能够接受经济能力还有学历比你高的吗？那这不是更好吗？只要他喜欢我，我就无所谓是吧？他的学历比你高吗？
啊，没有啊，他本科我也本科，他考上研究生，他的学历就比我。那如果他比你厉害，那怎么办？好啊，我有本事啊。那你怎么办？我可能比较喜欢南方，要比我厉害一些吧。那你就不能考研了？这不一定呀，或者让他去考。这个学历只是一方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经济能力呢？经济我觉得南方要比我稍微富裕一点嘛。打个比方，以后他挣10000，那你挣个12000，那这个怎么搞？那也还好吧，相差也不是很。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行业只要干满3年，我工资是20000起的。那他可以搞个3万呢，那怎么办？万一呢？我觉得他没有那么愿意去搞钱。我觉得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以后的事都说不定。论搞钱，他一直都没我积极。好了，下一个问题吧。经济能力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学历的话，比我高，我就多听一下他讲那种文化上的知识嘛，可以学一下嘛。比我低的话，那也可以啊，聊天的话题会更多嘛，最起码不会那么深奥了。没什么要求。比你高可以吗？可以，可以。挣的钱比你多可以吗？可以。我很喜欢。为什么？这样我就没那么大压力了。跟我差不多就可以，要求不高。比你高可以吗？挣的钱比你多行吗？当然更好了，但是有压力是吗？也是。比我高的话我会有点自卑。所以希望比你低一点或者是差不多。对。钱挣的比你多也不行。那无所谓。还是自卑是吗？无所谓。对，钱挣的多那我还不更开心吗？比你高行吗？比我高也行吧。看这小眼神。也行吧，好勉强哦。不是不行。你呢？难道我就不用问了吗？可以不用，感觉可以跳舞啊。就是一个答案对吧？是也就行。是也就行啊。假如女生不想生小孩呢，你能接受吗？可以要的晚一点，但还是得要一个孩子。这个呀，这个我可能不太愿意吧。这个有小孩的话，这个家庭的上家庭吧。如果要结婚的话，还是需要一个孩子的。假如不想生小孩也行，我自己都不想带小孩，都烦死。你也不想生小孩是吧？对啊。那如果你父母想要你生呢？那没有办法，父母最大嘛。那还是要生吗？是、啊、你这改变的好快呀。这是没有办法呀，父母把你生下来养这么大，你他想要抱个孙子，你还不给他抱，那不孝吗？怎么能不生小孩呢？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就有一些女生可能觉得啊会怕痛啊，或者是想要自由啊，就不想要生小孩啊，这种你能接受吗？我还没遇见这种女生呢。我和我女朋友聊天都是说怎么生孩子，都已经聊好了，生男生女是吧？生几胎是吧？你们打算生几胎？现在开放3胎了哦、啊、一男一女是最好的。不接受。为什么？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兄弟，我必须传宗接代。可以啊。你也不想生吗？要尊重他的意见，两个人的意见才、你觉得你父母会愿意吗？他们不愿意，应该不愿意。那如果说他们很不同意，但是你女朋友又很坚定。我们的事啊。这是后一辈的事啊。能接受。如果说两方父母如果说不能接受你这一点的话，肯定还会去通过先跟人家沟通，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但是如果说这个女的我刚好是很喜欢很喜欢的情况下，我肯定是能接受的。我可以接受。你自己也不想吗？我无所谓。假如你父母不喜欢这个女生，你会怎么办？就是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如果我喜欢女生，我爸妈当然是百般同意的。我爸妈现在几乎是都是让我就什么事让我自己来做主。就如果他们真的不同意的话，我会想办法去磨合他们这段关系，说服他们。别人是对，别人是我喜欢的，我会争取。应该不会出现吧？那万一出现了呢？万一出现了，他就很反对，很反对。没事嘛，先斩后奏，慢慢来嘛。先结了再说是吧？偷户口本嘛。这个，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应该我爸妈还是相信我的眼光的，应该不会这样。你呢？你会怎么办？那看他是什么理由不同意了。就如果是因为一些，比如说结婚的风俗习惯什么的问题，我不会管这些。但如果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生品质会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再考察一下。父母不喜欢这个女生，那也要说服他们喜欢。那你这会不孝了吗？这什么不孝啊？我娶老婆是跟我过日子，又不是跟他们过日子，他们不喜欢有什么用啊？单纯的就是为了父母吧。那这样的话也对对方也不太公平是吧？
我妈的原话是给我搞个女人回来就可以了。我觉得我的父母不会不同意，因为只要我喜欢的那就是好的，不会去说过多的干涉。对，尽量沟通。沟通不了，沟通不了，反正总有办法吧。我现在还暂时回答不上来，但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总能想到解决的办法。假如女朋友要求在结婚时提供车房彩礼怎么办？车房彩礼提供就提供吧，只要不要太过就行。那如果是你没有办法承受的呢？那就想个办法嘛，反正要尽量满足她是吧？是啊。偷偷的问一下，你们这彩礼多少？20-30万吧。那算好的吧。对啊，还勉强能接受。我虽然觉得不合理啊，但是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传统。嗯，如果这作为一种风俗的话，就正常范围的可以接受吧，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太多了的话，那就会有点问题了。哎，你们这边彩礼多少？嗯，乡下的话也就个30万左右吧。城市呢？城市啊，可能要有车吧。有车有房，反正结趟婚下来贵的话几百万吧。你觉得很大部分人能付得起这个钱吗？我觉得大部分人付不起啊，我。但是便宜的话可能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彩礼的话国家规定是3万块钱，可能3万块钱以内吧。然后车房我觉得应该是男生必有的，像我毕业之后我爸爸已经给我买好了房是吧？不，就是那个车子已经买好了，然后那个房子他们是在那个广州那边买了一套房子。哎呦，那就是为你结婚已经准备好了啊。然后彩礼的话我觉得3万块钱以内吧，我要太高了，我反正也不会给，但是我觉得他也应该不会向我要。车房彩礼可以啊，可以接受啊，在我们江西彩礼本来就是很高的呀。你们宜春彩礼多少？30-50万吧。你觉得这个算多吗？普通家庭如果不靠父母的话，那男的那很难在他结婚的年龄拥有这些财产。尽我最大能力去提供不了那就没办法了。你们赣州彩礼多少？赣州现在基本上是20-30万，来包括五金啊杂七杂八的可能要30万出头。你觉得大部分家庭能够支付这一笔彩礼吗？我觉得能够支付这一笔的还是算少数。嗯，因为我们那边一般结婚，像我们男的结婚是在25岁左右，有些学历比较高一点可能30岁左右，人家刚出社会几年的时间就要达到这种经济能力很少很少，除非父母就非常有能力能提供帮助，如果单单靠自己的话很少有这种就是能够提供这么多财力的。那只能努力赚。你们的彩礼多少？我们那边彩礼我不知道，没有了解过。听刚刚那个赣州的大哥说是30万。30万是吗？赣州也有好多个县啊地区啊，各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江西省普遍偏高好像是，但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你觉得彩礼这个要求合理吗？存在即合理。如果说我们这边他会回来的，一般这个钱是留给什么的呢？女方的，然后带过来，但是依旧在女方手上。所以以后你们两个夫妻之间如果未来要创业或者生小孩需要一些资金的话，或者说要房子啊什么东西就从中拿。你觉得这个合理吗？还是合理，但是前提情况下是要你们比如说家庭情况下接受得了这个彩礼，对，拿得出来的情况下可以接受。现在还有不要求这个吗？有不要求的给我一个好吗？你们的彩礼高吗？30万起步吧，现在是40-40来万都很正常好像。这个看情况吧，因为我家里的话可能我爸妈会要求是吗？对，会有一点要求，但是应该要求不会特别高。你们的彩礼多少？据我所了解好像是要10万起步的。那不算高吧？还好，但是贵的就要20多万。嗯，那假如说他妈说你一定要给他20万，你一定要给他买房买车，买不买？车和房是肯定要买的。20万呢？但是20万呢，我给20万彩礼，那得看我丈母娘能给我退多少嫁妆回来了。他之前说过这样的问题，我可能不是特别在意这种彩礼吧。外表和内在品质哪个更重要？当然是内在品质。我如果我的话，我是不太特别注重外貌的。
更重要的话肯定是内在，外在的话就会让我对他就是第一印象会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深入了解的话肯定是内在更重要的。外表不是钱吗？内在跟钱有关系吗？内在品质重要一点吧，因为人有趣的是灵魂。什么样是有趣的灵魂？跟自己合得来的就是有趣的灵魂啊。合不来就没有趣了吗？那也不一定啊，对你没趣对别人有趣啊，是吧？我找他肯定就是因为外表了呀，他有什么内在？他跟憨憨一样的，没有内在。那所以他没有内在品质咯。他的内在品质就是憨。你再回答一遍，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再来一个机会。他的内在品质有很多，善良、可爱、纯正。好了，我谦虚了。好，不让我继续说了吗？够了。哎，那我反过来问一下，你觉得你看上他的内在还是外在？看着外表也知道看他的。我很帅，好不好？我觉得内在会多一点吧，因为我觉得外在的话看久了会看腻嘛。他最吸引你的品质是什么？他懂得比我多。懂什么？很多方面吧，像处事方面啊，还有那种平时一些见到的东西之类的都有。其实都重要，但内在比外表更重要一些。内在美。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很重要。结婚内在。女朋友外表。老婆或者是女朋友和妈妈同时掉进水里，你会救谁？我会救我妈。为什么？那女朋友不重要了吗？老婆不重要了吗？老婆，然后再跳下去跟她一起。这法律上说过不救母亲是犯法的。所以救母亲咯。对啊。那说明你也不爱你女朋友啊。那也不是不爱啊，因为法律上是这样讲的，如果你去救女朋友不去救母亲的话，你就属于间接杀人了。那都坐牢的呀。救女朋友不也是间接？但是如果你是娶老婆的话，就是你能挣的话，那如果我真的是有一天面临这种问题的话，我自己跳下去陪他们一起死吧。我不会游泳，真的我不会游泳。他真的不会游泳，他是真的。你会吗？我也不会。不要掉水里，那就对，远离水边。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也跳进河里去了。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遇不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也很难回答。没事，我游泳很厉害，我能一次救两个。我妈会游泳。女朋友会游泳。好，对于以上的回答你们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假如你是男生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的女孩类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那就请给我们点个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